靠摄影怎么才能赚到钱？这是很多准备入行的摄影爱好者或者说摄影师都会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有人会说技术最重要啊，拍得好就有钱赚。有人会说营销最重要，拍得再好没人知道也没用。我不否认技术与营销的重要性，但是呢，我想专门的提醒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如果你的目的是通过摄影来赚钱，那么有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你一定不可以忽略，就是需求，或者说是谁愿意为你和你的作品买单。举个例子啊，你喜欢街拍或者说喜欢拍风光，并且我们假设你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出手全是大片，但是呢，如果你想通过这个来赚钱，有多少人会愿意花钱来买你的作品？买的话愿意花多少钱呢？只靠图库来卖图片的话，能获得稳定且足够的收益吗？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不是大家不喜欢，而是很多人仅仅是喜欢，但不会觉得有必要花钱来专门买你的作品。那就意味着你很难通过单纯的拍摄来获得足够稳定的收入，那就只能换个思路方向，比如开设课程赚学费，把技术教授给有学习需要的学员，或者呢和厂商合作接一些厂商的广告产品的推广来获得一定的收益等等。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本身是一名婚礼摄影师啊，以婚礼、婚纱、领证等人像类的拍摄为主。我所在的这个细分领域，谁愿意花钱来买作品？答案是大部分备婚的新人。可以说80%甚至90%以上的要结婚的新人，对婚纱照和婚礼当天的照片都有着一定的要求，要拍，要花钱拍。而且有相当的一部分客人非常重视照片的品质，愿意专门去选择自己认可的摄影师去拍摄，哪怕花费相对高一些的价格。这就意味着这个市场本身是相对成熟，需求是比较刚性的。不管是爱好者还是摄影师，如果你想入行发展，你只需要拍的作品足够好，做好个人的宣传，一般来讲都可以让自己的事业良性的运转起来。随着拍摄的客人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同样会有人愿意付费来学习你的技术和经验。这个时候你也一样可以通过摄影的课程或者说与厂商的合作来变现。而且呢，像最近两年非常火热的 AI 的概念，很多人在惊呼这个摄影师要失业了。这个我个人会觉得啊，短时间内 AI 对于婚礼婚纱类的摄影师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影响，因为 C 端的客人除了要最终的这个照片产品之外呢，整个拍摄过程的体验也同样重要。而有一些主要是面对 B 端客户，只需要最终照片无所谓生产过程如何的领域，可能对应的摄影师在未来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你在考虑通过摄影来赚钱，那不管你喜欢拍摄的题材是什么，一定不要忘了问问自己这些问题，是谁在为你的作品买单，有多少这样的人，这些人愿意为了你的照片花多少钱，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样的消费习惯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去结合自己的喜好、性格等等来决定要投身到哪一个摄影领域，然后呢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技术，营销自己，慢慢的除了赚拍摄本身的钱，还可以赚教别人拍摄的钱。当然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也可以尝试来做做自媒体，通过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更多的变现的机会。简单说这些啊，如果你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开始赚摄影的钱，要解决的实际困难还有很多很多，远远不是说说这么容易。你还想到哪些问题？咱们评论区见。